加油啊，彤彤，诺诺。现在不活动拍了，一会儿在那更疼啊。彤彤不错啊，都没哭哈。身材比例不行，可以考更好的院校吗？不能。这些比较硬的孩子特别费老师，特别费老师。毛毛虫，你可以发私信哈，可以发私信给我，点头像发私信。来，彤彤加油！对，准备小艺考了。彤彤加油！好样的啊，彤彤！关注点一点，点了关注，铁粉们带着大家一起点点赞，好吧？对，他们肯定是从小练的。你看看他俩的比例、身材，诺诺更好一些，已经瘦到了标准，对吧？但比例18，彤彤他还是需要再减，比例16，但我估计他到18应该问题不大。放松，诺诺，别歪。对，比例看你多少吧，得量一下。硬的孩子就得男老师上了，他们是小学生。彤彤不错啊，今天没喊。小雨，你是咋的？是压的疼，还是看他们一会儿你要撕腿，你就要哭了？都有啊。压。小雨就是但也没人哭啊，就你哭啊。啊，小雨。小雨，你看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哭啊。这是集训啊，这是集训，孩子们的集训，暑假集训。Hello， 小卓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。身材比例不行，大一考可以吗？就是你谁都可以大一考，但是你不一定有个好的学校。彤彤，你放松。不，你这么紧张，他能不疼吗？能不能放松？他俩的身体条件不错，
诺诺的比例是八，彤彤的比例十六。彤彤应该还有长的空间啊。对，给他们加加油。萱萱主动请缨是吗？主动去。对，大家都在给萱萱加油是吧？我的萱宝，对，萱萱回来了。萱萱寒假的时候来过，所有老粉都认识是吧？小云，看没有那么恐怖吧？还没练呢就先开始哭了。脚麻了正常。咱们直播间没点关注的，左上角关注点一点啊！粉色这个娃娃多高啊？1.48米差不多。小雨是谁？小雨是丽丽老师现在在压的那个穿深蓝色体服的啊。然后，明富老师压的这个女孩叫多多。咱们直播间没点关注的，左上角把关注点一波啊。头像边上的关注两个字点一下。你说身材比例不行是怎么个不行？比例多少呢？快上去你俩，手上啊，上去。哦，咱们直播间现在900多人，咱们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头像边上把关注点一下。嗯，多多加油啊！多多最近特别努力啊，特别好。对我们男老师特别的温柔。朵朵咋了？朵朵也害怕了，开始哭了。就你调皮诺诺，这大长腿。大长腿咋不行了？过两天有个比例20的跟你一起卷啊，我看你能卷能不能卷过比例20的。小雨好了。多多好样的啊，多多好样的。宝贝儿，你叫啥名？小名？果果。什么？青果。青果。我们这有个果果。对。青果看他们这么压害怕不？害怕啊，但这必经之路没办法，谁都这么过来的，老师们也是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现在1000多人啊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左上角头像边上关注点一点，点了关注，咱们一起来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粉色衣服叫什么？萱萱啊。萱萱加油啊！萱萱加油！萱萱一定摆正啊！
轩妈在，是不？来，我们一起给轩轩加油。咱们轩轩加油啊！轩轩年纪小，他还没考呢，他明年考啊。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叫什么考上的孩子，下周开始考上的孩子会进来一波啊，做开学前的集训了。阳光说的特别好哈，阳光说的特别好，每个专业人士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努力的拼搏。对，没有具体的身高要求啊，毛毛虫。耀兰 ，Hello， 谢谢送的粉丝灯牌。多多，多多，三，对，呼吸，呼吸。5岁孩子的班有，在周六的上午10:30啊。